出纳职责。出纳是会计工作的重要环节，涉及现金收付、银行结算等活动。根据相关规定，出纳员具有以下职责：一、按照国家有关现金管理和银行结算制度的规定，办理现金收付和银行结算业务；二、在办理现金和银行存款收付业务时，要严格审核有关原始凭证，再据以编制收付款凭证，然后记账并结出余额；三、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和结汇购汇制度的规定及有关批件，办理外汇出纳业务；四、掌握银行存款余额，不准签发空头支票，不准出租出借银行账户为其他单位办理结算；五、保管库存现金和各种有价证券的安全与完整；六、保管有关印章、空白收据和空白支票。